论三首方二十九首九法二首，论约族的常拥而不晓其病后，于医治之错则杀人。常拥之为病，小腹重而强，一之则痛，小便数似淋，时时汗出，腹恶寒，其身皮皆甲错，腹皮疾如肿状，其脉数者小有脓也。潮是病源云红数者，一有脓也，其脉迟紧者未有脓也，甚则腹胀大，转侧闻水声，或绕其生疮，或脓从其中出，或小便出脓血。问曰：公与邻腹病，一脉之何以知妇人肠中有脓？未下之急愈。师曰：寸口脉滑而数滑，则为实；数则为热；滑则为荣；数则为胃。胃数下降，荣滑上升，荣胃相干，血为浊败。小大黄牡丹汤：大黄四两，牡丹三两，芒硝二两，瓜子一升，桃仁五十粒，上五味。举以水五升煮取一升，顿服。当下脓血，金匮方用牡丹一两，瓜子半升，芒硝二合，山矾方用瓜子半升，芒硝半合，刘娟子用硝石三合。云常拥之病，小腹痞尖，或在膀胱左右，其色或白，尖大如掌热，小便欲条十字汗出，其脉迟坚者未成脓，可下之。当有血，脉数浓成不复，可下。肘后名瓜子汤。常用汤方：牡丹、甘草、败酱、生姜、茯苓各二两，桔梗、薏苡、人脉、门冬各三两，丹参、芍药各四两，生地黄五两，上十一味。举以水一斗煮取三升，分三服，日三。右方薏苡、人一升，牡丹、桃仁各三两，瓜瓣二升，上四味。举以水六升煮取二升，分二服。姚氏不用桃仁，用李仁。崔氏有芒硝二两。云腹中痛，烦满不安，或胀满不下饮食，小便涩，此病多是常拥，人多不食。妇人产烦常拥，其状凉而夜闻里甲错，初患腹中苦痛，或绕其有疮如素皮热，便脓血出似赤白下，不治必死方以马蹄灰、鸡子白合涂，即拔毒瓦斯。不过再涂柴，右方以瓜子三升倒末，水三升，煮取一升半，分三服。右方以马牙烧灰、鸡子合涂，甘极易。九常拥方：屈两肘，正九肘头锐骨各百状，则下脓血，即柴。论曰：产后宜勤己乳，不宜令之蓄积，蓄积不去，便结不复出，恶之于内。饮热温状结间牵彻痛，大可饮饮。乳极痛，手不得进，成度乳，非拥也。及酒两手余迹各二十七状，断拥脉也。不复恶手进乳，之意自出。便可守住则捋之，则乳之大出，皆如脓状。内服连桥汤，外动经年月，名为度乳。妇人饮二者，乳皆欲断，是谓狗超乳是也。宜以赤龙皮汤及天麻汤洗之。夫二物非乌膏，即非乌散加，若使作者，可敷黄芩漏芦散及黄连胡粉散并加。